Hi, Tibet. This is Gil from Hong Kong. What we want is democracy, the freedom of speech. So keep fighting and don't hurt yourself. Power to the people. One love. Peace. Umara Bema Om. Please support the Tibetan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to allow more children to learn how to use media training skills, so that they can report more news and more information about Tibet. Thank you. I was a teacher, 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得到其他的认同，得到他自己的文化，去学识他自己的文化，学识了自己究竟是什么人，而只有他得到其他人认同，他的去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利是得到保障的情况之下，他的人生才是美满。而在西藏这个地方，我们就正正见到一个文化是不受到当权者的认同。 甚至受到打壓，因此我希望这个在西藏的青年人，你都能够去站出来，去捍卫自己的身份，去捍卫一些应有的东西，以及你们的文化，加油。 咁喺西藏嘅朋友，你哋好啦。咁我哋一班香港嘅朋友咧，其实喺半年以上咧，都听到好多关于你哋嘅消息。其实我哋喺新闻度同埋喺即系网络上面咧，都见到咧，即系你哋有好多嘅一啲群众嘅抗争事件，亦都见到即系中共对你哋嘅打压咧系非常之大。咁即系包括其实。 即係你哋有好多嘅真啊，其實要透過一個自焚嘅方式去表達你嘅訴求咁樣。咁其實我哋香港好多嘅即係朋友咧，見到呢個情況咧，都非常之心痛。因為其實咧，即係我哋香港咧，都好多好多人咧，其實係即係為咗一啲自由、民主啦，同埋基層人民嘅生活咧，喺度進行緊抗爭。其實我哋嘅情況咧。 即係同你嗰邊咧，都係即係一樣嘅，係即係喺好多方面咧，都係受到中共嘅一啲打壓咁樣。咁希望咧，即係你嗰邊嘅朋友都可以團結起上嚟，即係繼續去堅持呢一個抗爭落去，同埋有呢個信心可以持續咁樣抗爭。咁我哋喺香港咧，都係即係好想去支持同埋聲援你嗰邊嘅。咁你哋一定要加油，繼續堅持。 近呢幾個月嚟，可能我哋留意到嘅西藏關於西藏嘅新聞，多數都係同啲人西藏人有關方。自從清咗高鐵嚟咗之後，西藏尤其是首府拉薩，就多做咗新嘅發展，佢當地嘅人民嘅生活造成咗相當嘅衝擊。而呢衝擊，我哋亦都好難去平時嘅鏡頭去觀察得到，而佢哋生活影響，我哋都會好難去面對得到。而我哋。 往往可能我哋平時留意開新聞嘅，往往對西藏咁樣就出現咗一個印象，就係話中國嘅管治係有問題嘅。但係我哋就係見到啲人係自焚嘅反抗，而且呢樣嘢係越嚟越多年輕人去自焚，就見到我哋見到呢樣嘢越嚟越無奈。但除咗無奈之外，我哋係仲可以見到啲乜呢？咁我哋就希望可以用呢個計劃去令到西藏嘅多啲唔同嘅聲音可以表達到出嚟。 因為我哋係真係需要去聽啦，除咗一邊真係自焚去抵抗嘅聲音，接呢啲高呢啲比較尊重嘅聲音或者理想之外，我哋都要聽下當地其他有關西藏嘅對於而家近嚟西藏嘅發展或者係近嚟嘅轉變有咩感覺，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多啲表達到自己意見，令到世界更加多唔同嘅地方嘅人可以知道。 佢哋嘅地方發生咗咩事？而我哋呢個計劃亦都會俾一啲器材，俾啲西藏嘅朋友，尤其是年青嘅朋友。
去表達他們自己的聲音，可以用錄像就可以將當地的拍低，或者用相片去做一做攝錄，甚至也可以就用文字去書寫，這樣也可以將這些消息發布出去，可以令到更加多人知道，所以我們都是需要一些資金，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聽到這件事也可以盡量給政府公司有自己的自己有的東西，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要說真的，我們去這個21世紀在一個資訊的年代，都可以是一個記者，都可以是將自己的聲音去告訴整個世界聽，我們除了是需要了解傳媒給我們的資料之外，也都希望可以了解到他們更加多真實的資料，從而令到他們自己也都可以對自己有多對自己有對於身處的角度有多些信心，大家他們的生活也都會變得更加美好，也都可以去慢慢去為這個中共的變化作出一個重新的定義，去改變他們現在生活身處的困境。各位西藏朋友你們好，近期呢就看到一些新聞，就是看到你們當中有些人就選擇了以自焚的模式去向政府的一些打壓作出一個團結控訴，看到之後呢就都覺得有些心痛，就是因為一個人的生命卻很寶貴的，只要他留下他的有用之軀下來，其實可以做很多事。他西藏所遇到的困難的我都略有所聞，即也都深感同情，但是我希望你們可以思考一下你們抗爭的模式怎樣才可以為西藏帶來最大的福祉，因為西藏它的文化、它的生活、它的精神是一定要靠人去傳承的，如果你們全部都以犧牲的方法去對政府作出控訴的話，變成了這個精神、這個文化的載體就會一個一個這樣消失，咁樣對於成個西藏佢自己嘅一啲抗爭係其實好不利。最後希望即係總結幾句，希望大家可以珍惜生命。我希望你哋可以從活出西藏嘅文化、活出西藏精神嘅角度，向世人展示西藏人生活嘅真實一面。你哋可以透過一啲木像或者是攝影，去將你們自己每人生活的每一個片段可以完整地展示給世人知道。各位同胞你們好，我們是來自香港的學生，首先呢請見諒我們的國語不是說的太好，但是我们都会尽量的说一下。首先我们在电视上啊、报纸都有看到你们的消息跟报道，然后我们都觉得非常的痛心。但是我想说呢，你们的牺牲是不会白白浪费掉，因为呢，你们是为你们的土地、人民跟自由而战。然后我相信全世界支持民主的人都会站在你们那边，所以你们并不孤单，我们都与西藏同行。其实我们这群人在香港也有为我们的自由啊、民主啊、公益而战，但是我们的方式跟首发跟你们不太一样，和我们远远不比你们勇敢。对，我们非常的敬佩你们这份勇气，对，还有
对于你们那份坚持十分的敬佩，所以希望你们能够坚持下去，因为我相信只有坚持下去才可以看到希望。希望四川的同胞能够加油。各位西藏的朋友，你们千万不要放弃。虽然很多的市民会选择沉默，但是你们坚持总会唤醒他们的良知，加入你们的行列，一起对抗一个流民的政府。改变不会自动来的，而是经过不断的抗争争取回来的。我们身处香港的同学市民会继续支持你们，你们要加油。西藏的你好吗？即使我们相处的世界不同，我们面对的压抑都不同，但是追求的理想，我们追求公平公义的世界是一样的。我希望你可以藉着这个计划延续你的生命，加油啊，西藏的你。